大家好，这里是破灭排球。2013年斯诺克国锦赛四分之一决赛，丁俊晖遇上老魔王埃伯顿。比赛第二局，埃伯顿刚开球，丁俊晖直接一杆蛮不讲理暴力传球，惊艳全场，解说直接呆住了。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。Sit down. No more.人还是有晚到的观众啊，可能还是在入场。哦，再看这个粉球左下这两颗是不是传球啊？哦，真细啊！哇，真是有可能是传球啊！看丁俊晖这个比划这个劲儿，在算这个白球 K 完球之后的去向。那两颗球应该是比较直对着啊，嚯！白球的位置啊，嗯，忘了，很遗憾啊。